句號。為我哋演唱嘅係黎榮恩老師，佢係美國波士頓音樂學院聲樂演唱碩士，目前喺國立南投高中任教。其實黎老師係香港人嚟嘅喎，不過佢已經嫁咗去台灣做台灣新抱。不如咧，聽完之後咧，你就會明白咩叫做擾亮三日啦。我哋用熱烈嘅掌聲歡迎黎榮恩老師同我哋唱最後一首歌《Time to Say Goodbye》。Thank you.
真的聽出耳朵。